太困了，现在是3:30。我要起床啦。也太肉了。我们甩火腿，加哥飞过去。但是我刚落地前在飞机上看到有一片区域是盐柳色的。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在飞机上是盐柳色的。这会儿大哥要带我们去吃铁锅炖。那啥吧，只有我们两个穿雪地靴，我们两个对付吧。对，看不到了。哎，看到了。进的最应该放松松。吃饱了。灯笼会自己转哎。对呀。好高级。它不是风吹的。旁边有个人在动。哪里哪个人在？有点不耐烦了哦。有点不耐烦了哦。这画面不太好哦。就这感觉。好想给你放个音乐啊。杨明杨明毛病。这样就是在这个村里住的本地人。对，你要是拿鸡蛋，我要捡鸡蛋了。